各位购车室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PGO 模特动力的设计师薛俊彦，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全新上市的 Hello Kitty 特仕版 ZBBU。那我们这次呢，主要是用手绘的文青少女风去表达整台车的设计质感。那我们希望用手绘这种比较低调、比较不外显的方式去完成整项的设计，所以在漆面的表现上，我们也是选用雾面的玫瑰金，然后搭配雾面的贴纸，让整个车身上面并没有特别外显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在轮圈上面也使用比一般版还要更深层一点，然后不像是一般的银色那么外显颜色，让轮圈不会盖过玫瑰金的色泽这样。所以在小配件上的话，我们就用一些例如像风扇外盖啊，我们就用玫瑰金的方式去呈现出它比较漂亮的色泽，还有它立体的质感，还有加油外盖也是用玫瑰金的方式去呈现。这次最特别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个钥匙头，那钥匙头是由一个 Hello Kitty 的头像去制作出来的。那为什么这次会特别制作这 Hello Kitty 头像的钥匙呢？让不管是放在办公桌上，还是学生联谊的时候去抽钥匙，都可以马上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。那我们在 Hello Kitty 这一部呢，是用限量的方式去贩卖的。那限量的台数是 Hello Kitty 宣誓一生爱你的1320台，最终的贩售价格是76,900块。那也希望对这 Hello Kitty 这部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可以到我们全台的贩卖点去试乘或是购买。谢谢大家。